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凯。现在是下午的1:30啊，快2点了。我把我的行李今天给收拾起来了，今天准备出发。这还往下滴水，这个水我没倒，因为这个水有下一个露营来了，我可以用那个水简单洗漱一下。这湿的了，基本上已经都湿了，所以在这放着。下一个来了可以用那个水洗了漱了，可以比较好。咱们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西海蒙古藏族自治州，格尔木市109国道。从这儿往下走是往拉萨的方向走，从这儿往下就到这个厌食坪镇25公里。咱们现在的话就准备前往厌食坪镇。咱们在这儿露营了有4-5天了。出发吧，把这个门给俺关上。哎，今天的天好，但是咱们在这儿已经没有物资了，所以咱们继续出发。一条这是个停车区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我的生活垃圾啊，有我喝的老快乐的一个瓶，有方便面来袋。很多人说我扔垃圾，其实光扔了个空袋。这是我吃午餐肉的一个盒，我喝的这个奶，我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在这里边。这是国道109线老温泉公路停车区。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。
前方是个公安检查站，过了这个检查站就快到这个验尸坪镇了。下边这儿有好多这种废弃的铁皮房，这个都可以露营，但是咱们去前面验尸坪镇。验尸坪镇，买够了一大堆物资。咱们现在把这个东西都放车上了，没有买到米跟面，还得再往下看看有没有。人家这边的米特别贵，我靠，这里边7块钱一斤，哇塞，太贵了。往下走走问问。这个里边有米，看米，买了一把面条12，人家这边的这个。这个米都是20斤一袋嘞，没有那种散嘞。哎呀！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哎，谢谢哥，谢谢您，没有什么，太感谢了。嗯，没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是6:30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露营的位置啊。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叫验尸坪镇，这就是这个镇中心。第一次买地方是在上面买的，这个镇子啊分两个繁华区域，上面这是一个，刚进镇子这是一个，然后下边呢是我今天买那个花生米那个地方，这又从这往回走了走，看今天这个位置啊，是个小房间。这个就是109国道。今天露营在房子里啊，今天特意找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也是路上一个骑友给我分享的。为什么可以找这个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有电，电特别自由，所以特意找这来这充电了，电所有东西都没电了，来这补充电了。这是咱们，这是今天买物资，在这买这个老快乐，这一瓶是20，花生米买这点花生米是花了25，这边花生米也不贵，10块钱一斤，这个面条贵12。给大家看今天买什么，买这个是鸡精，这菜，买了好多菜了，乱七八糟的菜，里边有蒜苔，还有粉条，还有个白菜，还有萝卜、土豆。这边这是买了，今天买了2袋水饺，买了牛肉水饺，跟人家说了半天，人家问人家说15，这一袋跟人家说了半天，人家后来给说10块吧，剩个不断10块，还买了这个零食鸡蛋糕，这边的这是一个肉松面包，这个是10块，这边还有点饼干，哎，这个饼干我扣了。上还有点饼干，这个饼干是，哇塞，就是扣了，这个饼干是15块钱一斤，这买了3样，买了3样饼干是花了，这一点饼干是花了20多了，也不便宜。这今天买了一共买了这么点物资，一共花了是220左右，我也没法说这物价贵还是便宜。就这没有找到肉，猪肉在这儿没买到，牛肉我问了人家这有50一斤没买。米的话
问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卖散麦的，唯一的一个地方卖散麦米的，散麦那种米，散成的米是7块钱一斤，太贵也没买。前面下面那有一个地方论袋的，有10斤一袋，那一袋是50。我打算等我走的时候去那买一袋。这个位置是路上认识骑友告诉我来位置，这个位置特别不好找，是找半天才找到这儿。今天一会儿的话，这屋里还有柴，这可能他们以前扔这儿的，这个是我带来柴。一会儿的话煮水饺吃，这儿扔个牛粪，这还有水，水的话是在那儿，那儿有个水井房，可以去那儿打水。咱们今天走过来，从早上出发那个地方到这儿的话，是走了25公里。这儿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的，往下走也可以买东西，往上走也可以买东西。这还有个饭店，这还有公共卫生间，这垃圾箱什么都有，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。咱们现在去打水，打水回来准备做饭吃。人家这个水还挺清澈的，这是一个水井，这有一个电闸，把这个电闸推上来，它就给出水了。咱们露营就在马路对面了。这水好凉，这水冰凉，怎么生活？哎呀，把这个蜡点着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七点钟啊，咱们饺子就好了。这是咱们一个这个人家这个饺子是清蒸牛肉嘞，这是没有醋了，倒点酱油，倒点酱油那个生抽，放点这个是奋斗给我的这个蘸料。这咱们今天刚买这个生花生米，今天买洋葱，还有今天买老快乐，这个是饺子汤。哎呀，现在开始吃饭，特别棒的这个地方，还能充上电。现在咱们开始吃饭，来点老快乐，少来点这么硬的饭。饺子必须得配上这个，饺子配酒，越喝越有。还喝口饺子汤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钟了。咱们刚刚下播，刚才吃饭那会儿，一直因为咱这现在电自由了嘛，一直开播开到现在。刚下播，所以也没有拍视频了。今天怎么说呀，还是比较好的。明天的话，打算在这休整一天，出去买买大米，找找看看有没有肉，有肉的话买点肉，还要买鸡蛋，买点物资什么的。咱这有水有电，还是遮风避雨，在这打算休息一天。这是我的帐篷里边，咱们吃好个线。在里边这有灯，这个灯是我的一个灯，是这个太阳能主机板上插这个灯，在帐篷里边一直直播到现在。刚才饿了，吃了一口这个大肉松面包，10块钱买的这个，吃了半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就这样了。今天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的，主要就是来这补充电来，而且这信号好，前后都有卖物资的地方。明天的话，咱们打算在这休息一天，而且继续直播一下。明天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小凯直播间看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就这样了。喜欢小凯的朋友，帮忙点赞加关注小凯，再次感谢大家了。